我身上跟 Kitty 同款，然后我们是穿两穿哦，没错 ，CP 值很高。这件它是韩国公寓来台的，那我身上是有点像燕麦色的。那这件的料子很有趣哦，它虽然是这种很像织毛衣的织法，但是它是夏季冰凉的大洞洞的针织，就是很凉感的，然后没有带任何一点毛。我呢很喜欢这个今年的这种流行元素，刚刚像 Kitty 刚刚穿在正面，或者穿在背面有点小性感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但它也不会很短哦，因为它刚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腰头，所以你看我也没有露到任何就是不该露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诠释，给大家细看一下哦。它的面料就是这样子洞洞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整个这个蝴蝶结是做两个在前面，那中间的话是做镂空的，所以里面就是搭一个平口的 bra top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肩带是做比较宽版的，所以呢其实它完全不会显副乳的位置，也不会掉，它这个位置啊做的刚刚好，就是不会紧勒也不会掉的感觉。跟着巨人狗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